前，李冰冰的一组大片曝光，她是穿黑色镂空毛衣搭配宽腰带，勾勒出完美腰线。她高扎丸子头，难掩御姐气质，变身镜头下的冷艳美人。黑色复古镂空毛衣搭配同色系短裤，丸子头发型，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魅力十足的女神气场。黑色虽然色彩单调，但镂空毛衣加短裤可以将她雪白肌肤展现一览无余。上身利用一款镂空毛衣做搭配，网格状的设计既不会让造型看起来有种过度露肤的效果，又能全面展现出个人洁白肌肤和姣好身姿。而下半身采用黑色西装短裤做搭配，干练又利落，秀出美腿同样可以缓和整体沉闷效果，让造型看起来很是清透简洁。同时宽腰带的点缀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。总的来说，李冰冰仅仅是扎了丸子头，少女感就爆棚了，穿一身黑也不沉闷，太惊艳了。喜欢就订阅呗。